等一会儿啊，别急，我看一眼啊。我们现在有1402，哇，胡桃、夜兰、胡桃我也想要，满命胡桃，满命夜兰。OK，我们现在有1402，我截个图啊，等会儿。1402，OK。1402，我先把这个1402给它抽了啊。这应该能够个10抽吧？OK，我们先抽个十连。完了，抽错了，抽错池子了，怎么抽胡桃的池子来了呢？我先抽一抽，然后接下来啊，我看能换不？可以换8个，5840，最多换8个吗？这我不想换，我不想拿这个换，因为我这些材料啊，我有的都没有，我得买，拿换我不合适。这是武器，而且你还没定轨，没事没事，就当电了啊。先要这个，先定这个。我们先要夜兰，材料得打呀，没时间，没空啊，没空。我们来一个预言，有人说至少得6480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们用不上那么多，怎么买？我看啊，买啊，648，一般他们都是十个，我们直接来8个，我们来8个648，我觉得就能满命，差不多，6848，差不多啊。我们来8个648，开个盘，8个648能否满命？哪去了？八个有点太多了，5个吧，5个我就差不多。哎，六个，来，6个648。能否满命夜兰？能还是不能？我先抽六个啊，六个。以我的这个运气来讲，六个应该差不多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要么你扫了，你给我付了；你要么你扫了，你要么你就别扫。你扫了你就给我付了，要么你就别扫。咋这么烦人呢？你要么你扫了，你给我付了。你给我扫完，你搁那卡着我，你不让我付，你也不给我付。哎，操！真烦呢。没想到。
微信不行啊，这微信付款不让付，很奇怪。几个了？五个了吧？五八四十，就正好。最后一个，预言没开，别急呀，我没充完呢。OK， 六个正好。预言呢？六个六四八能否满命夜阑？六。六八四十八，正好啊，正好五分钟停止 ，OK， 没问题。现在我们已经充了六个六四八了。差一个。啊？没差呀，我看。这边有账单呢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，那边充了一个，正好六个。不会算数是吧？四八四八零，六四八零乘以六，六六才三十六。不会算数是吧？是不是不会算数？开始了啊，开始了，六个了啊，能是二十万，不能是八十万，来吧，我要封盘了，算了，一会儿再封啊，抽到中间再封，让你们有点那啥，让你们知道知道我是什么水平。好，一个没有，没事儿啊，问题不大。两个应该除了，大概差不多啊，差了一点点啊，差了一点点，这回应该差不多了，三抽大概应该有没有双黄，三抽四抽应该差不多了，洗个手啊。不放歌吗？放什么歌呀？放歌你们听不见，不放了，就这么地儿吧。我媳妇给我发语音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封盘了，封还是不封？别急呀，等我们出第一个金的时候再封。来，差不多洗完手了。这是多少抽了？这是四十抽吧？快满了，快满命了，快满命了，差不多了，有点过分了，该出了。哎呦我操！等会儿啊，我把命升一下。别给我抽虫了，这是不是？来快递了，等会儿我给他开个门啊。
拿了个快递。还没有吗？还不进吗？哦，好，第一个啊，直接停止。啊，哎呀，双黄，我操，双黄。嗯还额外赠送一个，可以赠送一首迪卢克，这不前面的全还给我了吗？赠送一首迪卢克可以用双环，现在还有37882，挺费劲的。37882刚才抽了多少抽？刚才好像是四万六吧，我操，多少抽才出一个呀？来吧，这够呛了，这加速加速加速，七十抽出一个，现在是。第二个，这是二十抽来一个。哎呀，这也太难了，这也不黄啊，黄。谁？命座。30抽，40。谢谢同珠的魔法飞机。谢谢马马多的飞机，谢谢同珠的飞机。同珠，你满命了吗？嗯，你不走他不黄，我走了他也不能黄，我走他能黄吗？来，你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们也没关系。这完了，这现在才。这现在才出俩，这也太没了，这不能歪了吧？哎我操，吓我一跳！没歪，可以，没歪，这个不会歪呀。啊，这个不可能歪。OK， 升个级。落锁命可增加次数，额外增加一次。满命是什么？攻击造成150。哦，不懂。两个了啊，两个了，这已经满了，别抽这玩意儿了，别给这个了，行吗？这已经满了，差不多了。抽完这点，哎，不是，他抽完这点，他不会就是继续给我出那个吗？我那意思就是，我给他点完就别让他出了呗。20、30，我得抽7个哈，30抽、40抽，大概每一个40抽出，这是基本差不多。哎呀，50抽可以接受，50抽也还可以。啊，都一样了，那好，那就等结束的吧，这北斗吧，操。60抽差不多吧，别老保底了。哎呀，70抽完了要没了，我的原石，这肯定出啊，这都不出啊，北斗。完了，
只能算全完了，全完了，保底儿掰了还。全完了，全完了，真威呀、啊！既然手边有树叶，我可以为你吹奏一曲。我记得这玩意儿有个玄学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个玄法呢？任务的目标。直接让他跳一首牙。OK。够呛了，现在才两命，没了。那也出不来呀呢，我这都六个六四八了，十个我感觉也出不来呀。完了，全完了，金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全完了，保底儿吧，保底儿吧，保底儿吧，别保底儿，保底儿，保底儿。哎呀，这个应该保底儿出了，应该是啊啊啊，还没到，还没到啊，下一个是保底儿啊，下一个是保底儿。完了，兄弟们，废了，废了，废了，三个，六个才抽两个，两个肯定不可能，三个肯定是有了。这个必金，这不金我都吃粑粑。一般几个六几抽是保底儿。八十，基本上我们每个都是八十出来的。我就把那个什么给换了啊，这能换三十八个，我操，可以啊！等会儿我全抽完再换啊，全抽完还有四十抽呢，别急，全抽完还有四十抽呢。你这次一发入魂就不亏，好，十抽。让我换三十八个，结算呢？别急呀、啊，没完事儿呢，没抽完呢。怎么的？我这三十八抽不给不抽完呢？我这三十八抽抽完，万一咔咔咔一顿，直接首先来一首双簧，其次，谢谢。如果拾荒不会老，每十抽必出一个，操你哥了！哎呀哎呀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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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这也太黑了，二十，这干点什么能转点运呢？你给我拽死吧你！白彻，没有借口。谢谢船长西西里。缺少八个，用原石来购买。
原石不够，用结晶不够。OK， 那没有了，兄弟们，没有了，没了，已经结束了。1280已经结束了，结账。现在几命啊？哎，命之作我先不急，去蒙德城门口抽。好的，我信你一把。哇，你能灵动吗？好，我们抽了，我们充了六个六十八，现在是三命，看一眼啊，现在是三命。啊，不是三命，现在是两命。啊，现在是两命，啊，歪了两个，歪了两个，一个莫纳，一个迪卢克，完了，额外赠送一个迪卢克，啊，抽了三个，六个六四八，抽到了三个，那么还剩四个，前面已经给他垫完了，还剩四个，六个六四八才抽三个。还剩四个的话，那大概还需要四个六十八，应该是够了。歪了三个，啊，歪了三个，再来四个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我估计人不会一直倒霉。充错了啊，充错了。你要是少了你就给我付，你要是少了不付那你就别少。两个三个四个，大概四个应该是差不多。武器用不用满呢？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不是说这个夜兰只要满了就可以随便玩了吗？那我们就抽一回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武器一级就行了，是吧？行，武器就抽一个，那不够啊，那可能还得来一个，我再多充一个吧。还好，其实还好，十个六十八还好，不算太多，可以接受。充了多少个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五个啊！这回我又少了五个，加上回那六个，那也就是十一个。十一个出武器加满命夜兰，随随便便。五个六十八，能否满命夜兰？我审核一下啊，五个啊，五个，现在已经两命了啊，错了，现在已经啊，对，现在已经两命了，兄弟们，
没错，现在已经两命了，现在还差四个，五个六十八抽四个应该问题不大，应该是随便出。我已经开个预言了啊，放首歌，想来首什么歌？不要十个六四八，一个一个的冲吧。多的可以留着下次再用，没关系。应该用不上十个，八个差不多。完事我再用两个来抽武器。来一首拉库之歌，夜来香可以。来一首夜来香吧，夜兰夜兰夜来香。Hello， 酷狗。接下来就得保底儿了。封盘行，别急，封一手盘啊。算了，让你们下一会儿吧，不急。哎，人呢？差三个，谢谢老马怀里的细团宝，谢谢宝公公，感谢。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换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也不行了，飞喽。好，打一手。这怎么爬不上去呀？好像不行，爬不上去，算了，那就在这儿吧。挺好，可爱呢。谢谢宝公公的九天云簇。卡弹了，我操。来一首夜上海。六十。保底儿。Fuck you！ 这次必出
OK。别飞。OK。停止了啊。差两个，随便除。二十，别保底儿，给点面子，我不容易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给你磕头了。三十，四十，五十，好，还剩19402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再出两个也可以啊，没事儿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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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出两个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一定没问题，一定没问题，是这个地方选的不好，换一个地方。哦，庆云顶，可以，庆云顶，庆祝我们在这个山顶，庆云顶。庆云顶，十，二十，三十，四十。哎呀，五十，六十，就个个保底儿，我吃个蛋。七十。你要再买我直接卸载，明白吗？明白我意思没？明不明白？明白明白。应该买不了的吧。别跳过啊，让他慢慢来了。差一个。但是。我们可以兑换啊，这个应该是算的啊，这个应该是算的啊，我们可以兑换。那也就是说，最后一次只要不歪，就是随便出，对是不对？取者胜，霸小通吃。最后一个怎么赚呢？这是我们最后一次，只要不歪，我已经无所谓了。你爱不爱保底儿已经无所谓了，只要最后一次能出得来就可以了，没事儿。二十抽吧，三十抽还是二十抽？忘了啊，四十抽。不是不是，保底都吃不着吗？
吃着了吧？完了，最后一回，最后一回，哎，真就每个都饱，最后一次了，除了吧？我操！哎呀！啊！啊！这都没除吗？啊，没事，还能换，问题不大，还能换啊。哎，这回再除，这回除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只要不歪，现在你们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，歪还是不歪，取决于了我们的左和右啊，歪还是不歪。取决于我们。哎，没歪，哎呀，没歪。但我抽了11个68，我自己还有点那啥呢，还有点那啥闭着呢，那个绝缘呢。小赵。OK， 什么叫满命表呢？看看，咬住目标了。等一会儿啊，一会儿我强化一手，你别急，你的武器我还没出来呢。武器1个68差不多了，够了。一个肯定出。结账啊，对，结账，结个账。武器就抽一个就行，我定了个鬼，我们就抽一个就行。南明翰，你不懂，我抽了这么多年的奖，我非常的有经验，真的一个一个的充钱，充的越少越好，越容易出，一次性充太多，它就一定会让你飞的。那你早说呀，不早说呢。你不说呀，关键你说呀也不早说。我抽之前也不告我。他的问题。谢谢，这是不对的，超大玩笑。这是我媳妇的问题，跟我没关系。本来我们可能5个就能出。那这就是他的问题了。那怎么的？那这回我来个，那这个来一个没问题吧？我一个一个冲，可以吧？这回我一个一个来，好吧？预言咱也不整了，这回我们一个一个来，定了个鬼。1个68能抽几回？十，直接出。直接除，歪了也没事，直接除，直接除，歪了也没事。哎呀，歪了也没事，歪了也没事，直接除，直接除。哎呀，直接除啊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头有点麻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出没出啊？这是啊，还没有，没事，这边可以换。我来一首单抽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我来一首单抽吧。
蓝色品质，紫色品质，号太黑，直播间有没逼，没办法。具体是谁，我不直说。哎，好，好啊，好。哎，我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还得是单抽啊。他妈这武器这老邪，我操！西药猪类之行，生命值提升 16%， 周围存在敌人时，装备该武器角色造成伤害都会提升 20%， 无论该角色处于场上或者是队伍后台。牛啊！在这世间行走，身份多一点才便利。啊，这还带弧度的呢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我没换吗？啊，我说怎么好像不太一样呢？哎，我换了呀。啊，没点换。啊，我说怎么好像武器不太一样呢？哦，这蓄力蓄的时间都不一样了，看着没？纳了火刀，兰姐11个68，你明白吗？加上这武器12个。胡桃可以来一个。胡桃是一个就够，还是得要一命啊？是一个还是一命啊？那就是两个是吧？还得要两个，两个的话，2000块，差不多。虽然月兰很厉害，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胡桃，他在向我招手。我来定个鬼，哎，定个鬼，听我媳妇的，一个一个的冲，我大概3个差不多，应该能出，我有信心。一个一个抽，那太慢了，一个一个抽。而且差不了太多，其实刚才主要是快了，你知道吧？
最后一发，出！真鸡巴黑，我操！真他妈黑，都没的都不能再没了都。怎么就黑成这个样子？单抽，单抽，单抽出奇迹。游戏怎么没了呢？五十抽不出很正常啊，是啊，五十抽不出其实比较正常，但是每一个都是八十抽啊，好像一共就两回没有保底的，剩下全他妈是保底。最后一发，金！下一位吧，下一位。这回呢，我们学聪明了，我们不来六四八了。哎呀，如果我不用648的话，他是不是不额外赠送我这个1600？我是不是会亏？那我不亏了吗？那还是648吧。好，我们这回单抽啊。刚才是七发是吧？这个是第八发，这个是第九发，对不对？对是不对？然后这个是第十发，第十发抽完，我们来一个十连抽，直接出，没问题。走。单抽吧，单抽吧，单抽差不多，单抽应该出了。如果第一个就直接歪啊，我直接不抽了。如果直接歪，我直接下机。这说明他跟我没有缘分，缘分。OK。说实话，有点生气，有点生气。把它抽完吧，把它抽完吧，抽完吧。应该不会再保底能出了，我换个地方，好吧，要平静一点，平静一点。这个地方可能不行，换一个地方。去一个珊瑚宫，去哪里呢？去这里。六。一发就来，两发就来，去养生堂啊！养生堂在哪里啊？璃月吗？甚至不知道养生堂在哪里。不必心急。我就知道那药房搁哪，别的地方我不太清楚。
往北走。我觉得就这门口就挺好，在右边。好，是你吗？养生堂 ？No， 刚才前面右拐，桥头的右边，桥头的右边，前上去右边，在上面。好。哎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啊？啊！把他们全拖下水。我不知道养生堂搁哪，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回来啦。回来了。那后来充那武器花了多少钱？一个。确定啊？啊，一个四百就出了。啊，我单抽的。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一个一个的抽？你为什么一口气抽那么多？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怎么玩，我也不怎么抽奖啊，关键我没经验，我下回我知道，我这个我不就知道了吗？他没有什么326之类的吗？就只有326送的少，充的多送的少，68送1600，326送600。如果你充两个326的，26×12少400，少400不合适。嗯，差不了多少啊？那你来，你来，你先换个衣服。那你换衣服，你还有别的要抽的呀？我还有一个，我还得抽那一个，刚才抽歪了。谁能告诉我养生堂搁哪？给我来个水友。你来。被你这样充一次，它基本上就废掉了，就是默认系统默认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大傻子，它不可能再让你白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后面再怎么小充都不太可能会出了，后要慢慢的养，要把它给养白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那种小额的充一点抽一次，充一点抽一次，它才会把这个号养白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吧？这回明白了吧？你们。没事，我后边我不抽了，我后边我就白嫖。我这就是这个游戏我唯一花的一点点的小钱啊，唯一我们需要花的一点点的东西，来让我们以后的游戏体验会变得好，你知道吗？明白了吗？你没有这个夜兰，你的游戏体验能好吗？你看看那萧公，来一个小胡桃，再来一个夜兰，无敌了。我们还有个钟离，这不随便玩吗？我还有个雷神，就完了呗，就完了呗。我雷神两命的，一命还两命，我忘了。我还要干雨呢，慢慢玩吧。我来了。那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？现在它最低的是多少呀？我现在就是从零开始，刚才我抽一个已经抽出来，但是歪了。现在我们还能有两发抽奖啊？那我先帮你抽一下。哎。还能有两发，好。点这个十连是吗 ？Yes， 这个十连。我可以先小额的抽一次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确定啊，就完事了。
他十年是多送一次吗？ 不送。那你为什么要回味十年抽呢？那一个一个抽也太慢了。不是的，你可以这样，你先单抽个三四次，再十年。啊，他是90个是保底儿。啊，好。你都不知道我那个缺魂的号有多白，就是我慢慢给他养白了。哦，牛啊！这是个啥呀？四星没用，得要金的。哦，但是出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坐一会儿，你坐着。我累啊。啊。必须得金色的才有。对对对，你可以点右上角的跳过。嗯。啥也没有是吧？啊，啥也没有。你要抽啥呀？我要抽这个。好吧，那你单抽吧，剩下来的单抽一下。我单抽，好，那你换个衣服吧。我换个衣服。啊，我抽几个单抽啊？你就全抽完。啊，行。行啊，行，指导一下。点数不错，今天就继续翘班吧，等到状态好了再去指导家。哎，按错了。大球球病了，二球球强，三球球菜要，四球球熬熬。我还能抽七回，我们就都单抽呗。行，抽吧，一个抽。是不是得慢点抽啊？这也没有啊。啊，对，为什么会十连抽呢？宝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它有可能会出双黄。哦。啊，对。但是在我看来，它要么就是出，要么就是不出。我有双黄，我出过两回，但是出的都是废物，所以也没什么用。钱用完了吧？还能抽最后一回。最后一个单抽，啥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你还要充钱吗？结束了，那都抽到这儿了，那不得抽吗？你觉得还需要多少？我需要抽两个这个角色，但是现在我们一个都没出，加上一个武器。这个角色必须得有吗？这个角色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一定要有吗？武器很好的。哎，你那个牌是什么牌？什么牌？身份多一点，这个不是的那个预言，需要我帮你捏造一下。没有，结束了，我这是五个六四八，能不能出满面？哦，结束了，那拆掉吧。好好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就是60块钱能充几次呀？60块钱？嗯。哦，不是，30块钱能充几次？你能抽几次？两次。也就是一个十年要15块钱是吧？不是，就能抽一次，不是十次。那十次要多少钱呀？十次要160。十次要160呀？啊。那你充328吧。仙人来信了。充328呀？你先充一个98，再充一个198。哦，好。一个客户，两个客户，三个客户。现在能抽两个十年，20次啊，够！现在能抽20次，抽吧，抽吧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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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
天明明，地明明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，急急如律令。大球球病了，二球球强，三球球在要，四球球熬。啥也没有。啥也没有。啊，你这个没逼。啊，我的问题。你来一次十年吧。我来一次，行。这不就来了吗？点数不错，今天就继续下班了。等到状态好了，这号已经被你弄的报废了呀。那咋办啊？但是马上保底了。保底是多少？二十个，再二十抽保底必出。那你抽个328吧。这号已经被你弄废了，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328了以后不行，还得出一个。你先充个328，万一你一个十年出一个，又一个十年又出一个了吗？啊，有道理。不还有双黄蛋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如去我那儿喝杯茶。来吧。来吧，你先来，我再来。好，我先来。出。没出。给你了。我们能出去一下吗？换个地方可以吗？好好好，你带我去一个。你带我去一个，我算一下啊。你算一下。你要抽的那角色叫什么名字？叫胡桃。叫胡桃。嗯。嗯。去一个树木多一点的地方。好，树木多一点的地方。对，树木多一点的地方。要花不？不要花，就树木多，树越多越好。然后棕色的。棕色的树呗。对。那就往这秋天这地方走，行吗？他们说已经保底了啊，对，最后一个就保底了。那也去个树多的地方啊，这树多。嗯，去树上，在一棵黄色的树旁边站着。好。他们说我位置行。黄色的树怎么样？这个树太矮了，去高一点。啊，好。对，那上面那棵黄色的树。好，搁这抽吧。OK。我来。选一个好点的位置啊。嗯。要不你要上树顶上不？树顶能上去吗？能上，能上。那就上树顶呗。是不是水友的问题啊？这水友是不是有点没呀？这水友为什么要一直跟着你啊？你的气势。不知道，我们回到单人模式，影响我们的气运了，这都。谢谢蓝莲汉的大外甥。好，保底。双黄蛋，双黄蛋，双黄蛋，双黄蛋。双黄蛋没出来呀？我是一个一个来还是跳过？跳过。你怎么知道没出来？因为就一个闪。哦。就闪了一个光。但是这是保底是吧？对，这是保底。现在还能看啊？还能出？还能那什么？还能来一个十连？好像是，我看能来吧。不行不行，不够，现在最多是好像能抽八个，能抽八回。你是单个来还是说我们再来点然后抽一个那个什么？嗯，那要不然就充钱吧。好，因为我想单个来三下再充个再十年呢。那你是要来这个还是这个？要九八。就少少的冲，我跟你说，不能惯着他。好。他肯定不可能，你冲六次吧，他会让你留钱的，一定都会冲多少花多少。明白了，学到了吧？OK。好 ，OK， 你来吧。来吧，怎么抽？一个，十个。你把手放我肚子上摸一下。小豪，这只时候就是你发力的时候，快点，好去抽吧。行，他动没动？现在还没动，他应该累了。你查有问题？没有。好吧，正常是吧？也不算太好，就是在那个羊水上比上回多了是吧 ？OK， 那我十个了。嗯。OK。还行，有个子可以接受。一家子都不太行。
还能抽两回。再换个地方，从树上跳下来吧。从树上跳下来吧。出去再去高一点。那我有一个天台就特别高，要在树旁边。看看树旁边这棵树怎么样，这个，还是说再往上点？不用了，就这棵树了。 OK， 你就站在这儿吧。怎么跳下去了呀？啊，你要站在这儿啊？对，面对这棵树就行。好，就这样抽吧。好嘞，三抽呗。对，先点三下。好。啊，你刚才怎么没有先单抽再实验呀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说我想先单抽三下再实验的吗？哦，那我不知道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还能有俩。再来一发。嗯。好，下回肯定不歪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吩咐。那再冲个三二八吧。好，再来个三二八。抽奖也太上头了吧！主要差俩就完事了，就可以不抽了，就这游戏已经就结束了，我们已经就无敌了。这游戏一共就需要花这么一点点，明白没？这个卡池出来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这角色出来你就无敌了吗？无敌了，特别的无敌，来吧，特别的无敌。六四八送的多呀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你不经常抽奖，你不懂。这都是有学问的。现在还能再十年一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先单抽一次还能十年吗？也能。你还可以单抽，还能再抽一次十连，然后是吗？那再单抽、还能抽一次，最后一个十年让你来吧。OK， 哎，好像还能抽一回，就这个，对，还能抽一十年吧，还能抽一回，好像这回应该是肯定有了，不用保底，这波直接出。这个号真的是太……还有一回，还有两回呢，太黑了，还有两回呢。你抽吧，单抽。下波十连肯定出。我再换一手，怎么的？我再换一手，该出了吧？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有点过分了，稍微有点过分了。嗯，这什么游戏呀、啊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吧！太过分了！我最后再给你一个六十八的机会，你赶紧给我出，你听见没有？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我们换个地方吧，这地方也不行。你别说话啊！我来一个。好。我来一个，你让我来啊！我这回肯定给你整出来啊！看我的，我这一手，首先我会抽一个两命胡桃，啊，一命胡桃，外加一个武器。我这一手，注意看我的操作。谢谢八幺二二的飞机，谢谢八幺二二的飞机，谢谢。往生堂是什么地方呀？
去了没用。一个十连没出，好。来，大概三次，两次也行，两次也行，两次单抽，外加一次，有点亏，有点亏呀，亏了，保底了吧，已经保底了。这个是保底。也低。完别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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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完事，有可能歪。歪了就完了，别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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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胡桃吗？唉，这啥呀？没用的东西。谢谢未抹人的飞机，谢谢飞机，谢谢未抹人的飞机。还有吗？我再帮你抽一下，你交给我吧，猴哥。好，猴哥，你别抽了，你手太抽了。嗯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，好吗？行。你换个人吧，这个人物我不喜欢。那你？我要那个。很可爱的那个小女孩，那你点一下这个，点哪个？点她，你来，你看看你要哪一个？要这个。好的，点击更换。谢谢小鸟虚心的水晶火箭，谢谢。我在，别闹，我在学习呢的飞机。谢谢魏某人的飞机，谢谢伟大的万里阳光的飞机。你去别的地方好吗？好。去哪里？嗯，你找一个风水宝地，去一个水，在水面上吧，你找个水，找个湖，找个湖。你是要冰湖还是湖？就湖就行，找个湖吧。湖，这是个海，你觉得行吗？你不给火箭一个波波吗？啊，给个波波，我忘了，谢谢小鸟虚言。谢谢，给个波波。行，就在水上飘着吧，你在水里游着吗？可以啊。好好，来抽吧，抽吧，抽吧。来吧。来吧。来吧。胡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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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桃。我尿，我尿。你要不要放点音乐呀？放个 BGM。你来拿手机放吧。拿手机放呀，好吧。嗯，我想一下，他应该会喜欢听什么歌呀？你要快一点，要完记得洗手。能抽，我看啊，我已经用洗手液洗了，老香了，香喷喷。哎呀，可以，可以再抽十连，没问题。
什么玩意儿呢？换一下，换什么东西？啊？咋办呢？要不再换一个吧，换个武器也行。谢谢红鳟鱼的飞机。谢谢红鳟鱼的飞机。换个武器。啊，换武器搞两下子吧。好。啊，那都有一个了，那不挣武器，那不白整了吗？猴哥，你可以看抽卡分析，提瓦特小助手，我看啊，他是可以看抽卡分析。怎么分析啊？我看啊，抽卡分析可以分析我是不是没是吧？好难哦，我分析一下，抽奖好难哦。嗯，太难了。咋看我这？咋看我？咋看你上面那个图片呢？我的 UID 是多少？10260804。改天吧，你今天已经出了一个满命的那个东西了，对吧？啊。我觉得抽奖这种东西不能一蹴而就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就得换个时间段，比方说这个时间段就很倒霉，我们就过一段时间，就白天抽不行，那晚上抽是不是？没有必要非得一天就一口气给他怼出来，可以，是不是？有道理，慢慢的来，有道理。那先这么地儿。我觉得就今天就这个运气就这样吧。行。再说吧。行。那就这么地儿，休息吧。我最后抽一下，开下电脑。那个，这样吧，我抽一下武器，哎，我最后抽一下。三样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。这武器没有办法十年了吧？没办法十年的武器。你充多少年能十年一下？武器十年呢？武器十年得一个19。198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啊，最后一下，啥了破玩意儿了，妈生气，妈气的我都 out F4 了，给我气坏了。等一会儿啊，真他妈生气，玩儿了，生气，玩儿了，玩儿了。